你看，都有谁来看你了？佳润，来，我们先坐下。来，坐下。佳润，你看看这是谁？佳润是妈妈呀。 佳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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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佳润
云逸，谁呀？云逸，哎呦，你总算回来了，可急死我了！你去哪儿了？哎呀，安全就好，你先进屋歇着啊。哎，你们是？哦，我们是云逸的朋友，刚好在外面碰到他。他好像迷路了。哦，那太感谢你们了。嗯，云逸这样已经好几次了，我稍微一不注意他就溜出去没影了，我就给他带了个手环，写上地址和电话，想着要是走丢了还能让人找回来。您跟云逸是？啊，我是保姆，每天陪着云逸给他做饭。他雇的您？啊，不是，是云逸的朋友。你们在这住多久了？怎么以前没听云姨提起过？我们都住了两年多了，每天就我一个人陪着的，闷都闷死了。哦，我接个电话。嗯。哎，乔总，我正要给您打电话呢。是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哦，挺好的。您放心吧。哎，我们先走。哎呀，好好好，谢谢啊，谢谢你们，那我就不留你们了。哎，慢走。哎，老陆，怎么了？大龙，送你一个大礼包。谁？谢家润？你在哪儿？到我那边吧，我跟顾初20分钟到，带上水果。哎，哎，你们说我跟家润年纪差不多，只有2年没见，他就憔悴那么多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刘队，怎么了？你是知道些什么吗？其实昨天晚上庞城已经醒了，他说了些事情，可能跟谢家润现在的处境有关系。他说，他们几个人2年前强奸了谢家润。我们之前讨论过。凶手肯定是模仿了小说里复仇的手法，之前我不是很确定，但现在看来应该是八九不离十了。每个案子都有自己的源头，那谢家润他的遭遇就是这一切的开始。哎，之前郭湘云的保姆接了一个乔总的电话。哎，乔总，很有可能乔云霄是回来了，是知道郭湘云的事，也知道谢家润的事。你是说谢家润住进精神病院是乔云霄安排的？很有可能这个谢家润被强奸之后精神出现问题，被乔云霄送到医院去，而且他是用一个假名张霞来登记的，那这一切肯定是要一个有地位有钱的人来操控，而且郭湘云的小区条件不错，以郭湘云他自己那是负担不了的。没想到是云霄，自从人偶的事情发生以后，我就觉得
他有事情瞒着我。等一等，乔云香为什么要把谢家润送到精神病院？他为什么不报警？强奸可不是小事儿。我觉得乔云霄肯定有什么秘密。哎，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性？乔云霄在包庇一个人，范碧君，所以谢家润出事的时候他并没有报警。所以他安排范碧君假死，就是为了逃避庞城他们的纠缠。对，范碧君的死亡证明有可能是作假的，他现在到底死没死还不能确定。如果他还真的活着，他的嫌疑非常大，他有充分的杀人动机灭口。就算是范碧君杀的，那也没有必要送人偶来暴露自己身份吧。也不算暴露，心理战术，大家都以为他死了，所以收到人偶的时候才更可怕更恐怖。那怎么解释范碧君杀人之后还把受害者的器官给毁了？这个确实说不过去。这个杀人手法一看就是复仇。你的意思是说家润？谢家润是直接受害者，他有足够的杀人动机，他要给每一个糟蹋过他的男人送一个人偶，就是要提醒他们跟范碧君一起犯的罪。那现在的问题还是顾初为什么会收到人偶？你应该跟两年前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。而且家润现在被关进精神病院，他怎么可能杀得了人呢？其实这两个女人都有嫌疑，但同时也有不是凶手的理由，我们肯定是漏了些什么。不过别忘了，这个案子还有一个男的帮凶，一个抽雪茄的男人。你家出的事儿，在夜店外接走刘志勇，在外滩会厨房里把沈强分尸，在美容院里帮杨可一起收拾庞城。这个男人会是谁呀？乔云霄。不可能，我们家出事的时候我跟云霄在一块儿，他怎么可能杀人？苦肉计啊，他故意演给你看，演给警方看，把自己的嫌疑撇清。云霄不是这样的人，再说人偶的事情你怎么解释？想误导警方调查方向？你对他有偏见。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种可能性。二位，讨论案情的时候就不要掺杂个人感情了。我没有。乔云霄是不是这个不好说，但是把谢家润送到精神病院这件事儿，他究竟参与了多少，我们还是可以先查个明白。而且乔云霄肯定是用别的名字帮谢家润登记的，所以不能明查。哎，云霄，你等一下，我带你去见个人，你开车。谁？去了就知道了，走吧。这手续也真够简单的，你们当时谁给办的？这个我不太清楚啊，都过去两年了，这谁经办的哪还记得清楚啊？再说这登记表上也没写，这上面是谁签的名？这是我们院长。他现在在吗？出差去了。把他的电话号码给我。他来了。什么地方呀？带我来这儿干嘛？跟我来。啊？这个就是张霞的房间。是我们的隔离病房，除了卫生间、淋浴间，其他的地方监控都能看到。他在干嘛？能放大吗？放大一下。他在排列糖果。强迫症？他是有强迫症，他不喜欢和别人接触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你找谁？那个，找一下张霞。好，稍等一下。哎。
你又来看张霞了？是啊，麻烦你了。好，跟我来吧。在路边无意中发现了云姨，她告诉我的。云姨，佳润，佳润，我是云霄啊！小心点，她不喜欢陌生人碰她，子萱萱。不好意思啊，走走走，走，我们回去。好了，玉香。乔云霄不像是在演戏啊。我觉得也是。没想到佳润在这种地方待了整整两年。你刚刚说你见到云姨了？嗯，昨天下班云姨在公司楼下迷路了，问了她之后才知道佳润在这儿。云姨怎么会在平海？是啊，她不是应该回老家了吗？昨天我才知道她住在城北的一个小区里，我以为你知道的。我知道你怀疑我，但是我跟你保证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连你都不知道家人在这儿，那到底是谁把他送过来的？我知道是谁。先带我去见云姨吧。谢家润到底是什么问题？张霞的情况，就是你们说的谢家润，非常典型，强烈的精神刺激呢导致的精神分裂症。上个月呢，我们给他做了一次全新的会诊，现在还在观察期。如果病人想出去，需要什么手续？你是说康复以后出院？那在诊期间呢，能不能出去？每个病人我们都有专人看护。如果是因为你们的疏忽病人私自出去了呢？这不可能，病人在康复之前没有任何形式可以外出，就算已经康复也要我的签字和监护人的同意才能够离开。院长，
我需要看一下3月29号下午2点前后谢家润病房的画面。啊，你从前两个小时开始吧。快进一下。可以了，我需要看一下4月1号晚上7点半左右的视频。护工带他进去做什么？洗澡。很多患者呢，生活都不能自理。看来没有什么可疑，我去给他取个样本。帮我要一个他的签名笔记。行。院长，你们这儿的每个访客都有登记吗？对啊，每个访客的信息都有记录。那麻烦您把谢家润的访客登记发给我。行。麻烦你把他带出来，有点事情需要他配合一下。来，坐下。请你写上你的名字。张霞，写自己的名字。张霞是我教他写的，他现在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谁。不是左手，写好了。我要到里面去取证。包子，你今天怎么有空来看我？你公司不忙吗？不忙。云姨，我早就应该过来看你。不忙就好。中午云姨给你做饭，做你最喜欢吃的红烧狮子头。你今天怎么了？居然一点也不糊涂，还主动要做饭。资料传过来了吗？刚刚收到。什么情况？谢家润的访客记录只有宋芳和郭湘云两个人，宋芳应该就是照顾郭湘云的保姆。我觉得今天那个副院长说的有点夸张，他说每个进入的访客都有登记，但今天我明明就看到两个人没登记，直接进去了。真是说一套做一套。那就很有可能有其他人去看过谢家润，只是我们不知道。谢家润有假名登记，那个院长肯定脱离不了干系。你联系他了吗？他没接电话。明康医院那边说他在南宁，已经联系了当地的派出所去找他了。那如果乔云霄不知道谢家润住在精神病院，郭湘云的保姆联系的那个乔总，很有可能就是他爸爸乔志远。这件事也可能是他一手安排的。以乔志远的社会地位，认识一两个院长不是问题，而且都愿意为他打掩护。谢家润的签名给你。我把头发送样。抱歉，这给你，跟快递单子的笔迹对比一下。是。喂。好，辛苦了。罗队，冯可找到了。妈，爸呢？啊，在书房呢。
这事儿你也知道吧？知道什么？嘉润跟云逸的事儿。好啊好啊，咱们找时间打球，啊，就这么定了。什么事儿？我见着云逸了。家人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家润会在精神病院？冯克，范碧君的死亡证明谁找你来的？我们找你来是有原因的，说出来对你有好处，知道吗？是乔志远。说吧，怎么回事？两年前的一个晚上，我还在医院里值班，乔总突然打电话说找我帮忙。乔总，我和他之前只在医院里见过一面啊。没想到是你。我根本就没想到他能记得我。现在还行。哎，不忙不忙不忙。有什么事能帮到您，您说。是我模仿的宋主任签名。我伪造了一份范碧君的死亡证明。死亡原因写的是，小总，突发性心肌梗塞。我没见过范碧君的尸体。我也不知道他的死亡真正原因，是因为乔志远说，事后会给我100万，100万啊！谢谢你，冯哥。100万对谁来说都不会拒绝。拿着。拿着。不过这件事儿，不能跟任何人说起。您放心。好，去忙吧。后来我也想过这可能是个坑，所以我要求乔志远必须当面交接，万一以后真出了什么事儿，我也要拉着这个大老板陪我一起坐牢。你好，警察，请问乔志远先生在家吗？你们等一下，我去叫他。好。不用叫了，该来的事情总是要来的。我跟你们去，麻烦了，乔先生。来，志远，别担心，我去去就来。乔总，我送你。不用了，走吧，乔先生。走吧。给你发消息你也不回，给你家打电话，你妈说你在这儿。我不是来安慰你的，我就是想来陪你，你什么都不用跟我说。小时候啊，我爸妈工作忙，云逸就老带着我跟家人两个人来这儿。云逸什么时候去你家打工的？我记得小的时候就经常看见他跟家润。云逸来我家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呢，家润比我大2岁。家润从小就挺内向的。我记得他不怎么爱说话，没什么存在感。
那你听到他结婚的消息之后，你就没有再跟他联系过？想要联系，但是他把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换了。现在想想啊，当时他确实有些奇怪，先是一声不吭地从我身边辞职，然后就说要去嫁人，还是个外国人，要定居美国。你就没怀疑过？怀疑过，我想要找他，但是人已经找不到。那是因为他喜欢你，刚好那段时间他出事了，他不想面对。什么都瞒不过你的眼睛啊！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本来呢，我一直把她当姐姐，直到五年前。咱俩刚刚解除婚约。那段日子我过得不是很好。别喝了。别放手放手放手。别喝了。来撒手撒手撒手。我陪你喝。别闹，乖啊乖，听话。我陪你喝。你干嘛呀，放手。管够啊！你拿杯子，我对瓶吹来。你别这样，你别这样，行不行？别喝了，放手啊！为什么不要我？为什么不要我呀？别这样，你还有我呢。后面一段时间，家人一直陪在我身边，我也慢慢的从低谷里面走出来。我也不知道我们算不算是在谈恋爱吧。哎，我教了你多少次了，还是他从来没有跟我表过白，我对他也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，我只是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很舒服。以后啊，让你老婆跟你借，我才不要在这给你当保姆。我知道家人喜欢我，要不然只是从来没有开口说过。我当老婆呗。我也慢慢的对他产生了爱意，只是我俩还没有开始。怎么还没好？就已经结束了。走了走了，云霄，干什么呢？经理带了。本来我跟嘉润呢，也就是刚刚开始，感情也不深，加上老爷子那么强烈的反对，就连我妈，那会儿她一向护着我，也劝我跟嘉润不要继续了。迫于无奈，我们俩就分开了。就是那个时候，家人从家里面搬走，在公司里面也被我爸从我身边调开。范冰军就是那会儿接的手。本来家人就喜欢你，后来他又发生那种事情，肯定不想见你。其实是我太自私了。我那会儿想，既然两个人不能在一起，那他去结婚，也许也是件好事儿。但是现在想想啊，
也就是我在逃避啊。我把他的离开当成一种解脱了。肖先生，您应该知道我们为什么请您来吧？是为了谢家润的事情吧？还有范碧君。我们调查发现，您与两年前范碧君的死有关。我只是帮了一个朋友的忙。哪个朋友？云姐。